这么多人，楼上的朋友给他掌声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那个服饰的朋友，素质非常的高，对，叫楼上的鼓掌，楼下的热拍掌。
多公尺，你不懂那么多啊。好啊，大好都说好了，我在这边说笑。冲你们大家小时候来来这儿，但是近下来的情况是吧，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认识就说了，我说下次你再来忽视啊，还有我们啊演出在怡宝啊都改改是吧，嗯，接下来您先生想想别人得高一台大案旅游啊，旅游，去哪儿去？嗯，哪儿有黑的马路啊？
您要看见两个天津人打架，您放心啊，您不用劝，天津人打不起来，打架也打不起来。天津人打架好伤人，动手啊！我抽你，抽你，你信吗？王老板，我问你信吗？我信，信，信，信不完了，信不完了。那我不信，你不信，不信，你爱信不信？反正两个人到天津好了，再往这边到河南中原，该咱们怎么说呀？奴傻，奴傻，河南有个叫儿子，那奴傻的妹儿凑合了，都不会生活在河南。再的话，到了东北，嗯，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？东北，干啥呀？哦，是东北人，哥，你干啥呀？我没干啥呢，你干啥呢？我也没干啥，干啥干啥？不当过去了，人家也四岁了，人家也聊了，而且东北啊，最大，每个地方说也都不一样。这东三省是不是？咱们有个锦州的朋友，嗯，说话也特别，什么条件？弄完了很定句啊，说成疑问句。哦，能把句话啊说成问的。对了，咱俩两个方法，找了肯定句，先找了肯定句。我是你妈。这是隐形的否定句，人小心一点，不是占便宜，我这个很别扭，打比方，知道吗？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句啊，我是你爸，你到了北京了，哎，我是你爸爸，对吧？到了天津了，我是你弟。到了锦州不一样了，锦州，我是你妈妈的人，听懂了吗？不好说吧？我是你妈妈的人，那自己也不能再确定。那通过我研究这个，我发现了，咱们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，那当然是乱乱的。对，你比如说啊，咱们生活当中，大话谎话都得研究。大话谎话，当然是有必要，有必要。嗯，咱打小啊，都是听谎话的，你能够谁让骗谁？咱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回忆啊，哎，小的时候，家长跟咱们说，吃儿吃便宜了，是吗？有知识变聋子，玩儿水尿炕。最经典的一句话，这压岁钱呢？妈妈先帮你存，存的好，一年了，是不是？这还有年轻朋友说这个多。嗯，咱回忆一下，小的时候，咱们问过父母，咱们哪里对？哎呦，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，有吗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嗯，那也不小的说什么呀？垃圾桶里捡的，啊，葱花会送的，大冬瓜。老鹰叼的人，说什么都不对。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，他现在也没人父母。啊，对，我也有个小孩，有个小孩也得问他呀。爸爸的，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你刚才怎么来的？很意外。是不是有点过分？我怎么我哪过分了？为什么要占我便宜？不是我占你便宜啊！分析一下啊，摆着的钱，对，你冲着我说的，我在这打的呀，你怎么？要不我从这边，我从这边你好吗？Oh,
不是我说大家哪来的呀？做了知不知道哥？啊，你呀是大少瞎搞的，我与时俱进，还演戏，还演了。对呀对呀，我今年都五岁了，咱家七年才有个娃娃。我问了他是哑口无言，问住还得说他爱人，赶紧跑了。宝贝儿，别听你爸瞎说，你呀是妈妈送隔壁王叔 WiFi 送来的。这信息量有点大，是不是？你就我的妈妈，谎话这存在，又爱说大话，爱炫耀，爱显摆。哦，爱炫耀，爱显摆。他一张嘴不说话，特别的爱炫耀。这个是远了，远了不说啊，远了不说。我们后台就有这种人，咱们后台就有。你就说我周边这种事儿，他说话特别爱炫耀，我怎么爱炫耀？头些日子啊，新买一手机，我换一电话不正常吗？啊，宝贝哥，显摆你炫耀，他那大肉儿，信心，那信心就过来了。炫耀那个劲儿上了，是啊，大妹儿，我人家大妹儿，哎，新买的手机，这边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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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不是看见大妹儿，我这看见你了，我这怎么摇着呢？到哪儿都炫耀啊！到了奥斯汀，看见谁了？李鹤东，看见公主了吗？照样显摆，看手机。动作放在哪儿啊？哎，新买手机，这不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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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拿手机，哎呀，拿手机太恶心了，那确实下不去手吧？啊，他有办法，找到那个一次性的串串接板夹，我这不也是下下策吗？这个张老夹吗？怎么那么巧？官货马送的呀！哟，刚吃的，哈哈哈！有在那吃的吗？啊，这你习惯不好啊！我们后台还有一个说话不经过大脑，咱们后台啊，行啊，都我一人说的，说话没脑子，我说话没脑子，太没脑子了，你要懂得点啊。不同的小区，对，有的时候这心过不了，就是方便，对，离着近呢，对对，为您早起呢，下楼遛弯儿去，他呀，看见您一大哥，跟人家打招呼，哟，大哥，新买的藏獒不错啊，我发现人家起步，那大哥差点没冲我，干嘛打我呢？仔细一看，大嫂子披着貂儿，弓着大旗杆，大嫂子什么天气？管着吗？人家爱好，管着管不着啊？这叫什么呀？哎呦喂，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人。这话咋说？哎呦，他这说话比他还有意思。啊，我头来的时候啊，我出去有点事儿，回家也挺晚了。半夜十一点半，后晚了，特别的晚了。路过他家楼下，我就看见我嫂子一个人跟楼下相拥了。溜达去，我也在这儿啊。我就问问他，我说嫂子，大半夜的，您不回家，怎么瞎溜达呀？嗨，你呀，这是我们单位发的福利，发了一桶油啊，发了一袋米。你说我这细胶细腿的，我们家楼层也高，我搬不上去。我说这您别干愁啊，您呀给善人打电话，让他下来认呢。早上起来听到这儿，特别迷。没在家这片也不要晒脸了，在家没在家，我这不犯愁吗？我说您甭愁啊，甭愁，我给您出一招啊，怎么着啊？您把灯放了，我给您看，您上楼瞅瞅，晒脸在家吗？在家，他要在家呢，我们下来溜达；他要不在家呀，我给您送上去。如果这么点事儿吗？这不就解决了吗？我嫂子真听话，吭吭吭吭上楼了。
有这么十来分钟，可以冲我喊我大海上来呀、啊，我爷们儿没在家。后面大半夜十一点了，整个小区的都全亮。哎，下来就可以冲我跟那喊我说，这儿自己没有错，有错当时错了，现在这怎么了？叫我，你上吧，你不上吧，我上吧。